个 bad hair day。其实我一个礼拜里面只要有两天是 good hair day， 我就该偷笑了。今天早上我 work from home， 然后呢，我一早起来看到外面在下雨，然后看了一下气温，变天了，转季了。我有没有说过我的鼻子比天气预告还要准？没错，所以我又开始喝低基精，增强一下抵抗力，不然感觉最近很容易生病。This is what allergy is like.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class. Got drip, got swag, got class. Just roll another one, then puff, puff, pass. Pop the trunk, hit the brakes, stop the gas. When I'm sitting with my friends, it's all smiles and laughs. And I'm thinking that I'm drunk, hit the bathroom mirror just to get a clearer view.现在，哇，七点半了。这眼睛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干。我今天早上其实买了一个 Subway， 但就最后没有吃，我们就拿来当晚餐吧。每天在下班之前呢，大家都要跟自己说，你辛苦了。没有眼镜，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子过去了，不能说今天过得有多好，但是也没有多差。对，这已经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就是题外话，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会检讨自己的人，所以我现在练习每天晚上都要跟自己说，你辛苦了，你尽力了，你很棒。这样，来跟着我说一次。我刚刚洗了个澡，吹了头发，非常难得的吹了头发，我平常不吹头发的。剩下 skincare 我就可以去睡觉了。现在来跟大家做一下我的 nighttime skincare routine。我前几个礼拜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经历了一场非常恐怖的
过敏事件。我在想应该是时差长途飞机，然后我家又三个多礼拜没有打扫，我又没有换床单，然后就导致我整个人眼睛是红的，皮肤是红的。然后等过敏退下去之后，我发现我脸上还是残留着一种你知道粗糙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然后呢，我就想起来我的柜子里面还有一罐这个 Lancome 的极光水，所以我就再度请它出山。只能说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它之后，再看到它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就是哎，我怎么会没有继续用你呢？欧盟极光水，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了。我也是被人家烧到之后自己用，然后就有点啊，我理解你们为什么这样推荐了。那它有一个独创的97:3的精华跟精油比例，97%的激光酵素复合精华，它可以有效的代谢走脸上那些老旧的角质。另外，酵素也可以在你的肌肤上面打造一个自体水库，所以就是随时都可以帮你的肌肤注入保湿。剩下的3%呢，就是天然植萃精油，把那个精油锁进你的皮肤里。希望大家看到，但是里面有一个专利的仙女棒，使用前这样子摇一摇，它可以帮助油水混合，然后产生一种很细致的泡泡，加速吸收。它的质地呢，倒出来是这样子。我说我比较懒惰，我就直接倒在手上这样拍一拍，当然手要先洗干净了。但是如果你非常不幸的跟我一样经历了一个脸上颗粒感非常严重的时间的话呢，请跟着我这样做。我会倒在化妆棉上面，然后在毛孔特别粗大、颗粒感特别重的地方，这样可以加强代谢。我的话，脸颊这边的毛孔是最多的。那另外，我也第一次试用了这个极光精华，这个是极光家族最近讨论度很高的一款，然后很多人会把它跟极光水搭配使用，透亮跟焕肤的效果会更好。那这罐里面呢有 10% 就是更温和效果又更好的二代果酸 PHA， 可以帮助暗沉之外，它焕肤的效果会更有感。另外它里面还有 5% 的烟碱硫胺，可以帮助淡斑啦，可以从根本去阻断那个黑色素的形成。用完这个 combo 之后，脸上的那个颗粒感会觉得光滑许多啦，然后整个肤色会有提亮的效果。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也到了，没错，周年庆的时间。现在只要买极光水150ml跟这个极光精华50ml 的话，就可以再送这么多东西。总价值其实已经超过13000多块，但是周年庆的话只要8000出头，所以其实就等于打了6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兑换豪华的试用组。那当然是用了有喜欢之后才去柜上买。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前两天在 HKTV Mall 买的 grocery。 其实我很少在 HKTV Mall 买东西，因为我一个人住嘛，我没办法一次买很大量的东西。主要是呢，我买这个厨房纸巾啦，两包这个泡菜汤，还有这个 sparkling lemon tea， 一罐老干妈，还有我的衣物芳香珠。我真的不能没有它，我已经太习惯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它了。反正梳头发，今天有一个跟客户的 meeting， 所以穿的稍微正式一点。上身是 Uniqlo， 然后裤子是 Puzzle。我准备要出门了 ，Supplement time。今天的底妆看起来好美哦。公司最近来了两个新同事，然后加上最近要准备试集嘛，所以就比较忙，但是是开心的忙。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Our bodie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girl.I know that I'm well away from
been a perfect guy. I can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up for life.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I will be cooking Sunday breakfast all week long. We're gonna go and skate on frozen lakes, spend the morning baking cakes with the glowing.